耳鸣治疗需要多久？其实这个是不能一概而论的，因为耳鸣的原因太多了。如果仅仅是一个鼓膜上有了异物造成的耳鸣，那么我们把异物取出，耳鸣就立竿见影的就解决了。如果是中耳疾病造成的，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胆脂瘤、中耳炎，那我们做了手术以后，患者的耳鸣就迎刃而解了。如果我们是一些特发性的耳鸣，它又分为几个类别，我们可以做一个残余抑制实验。如果它是完全阳性的，那么这些病人通过一些眼壁治疗，2-3个月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。如果它是部分阳性，可能2-3年才能得到很好的结果。因此，耳鸣患者他并不是千篇一律，治多长时间就能够好的。大家不要横向比，真是出现耳鸣，大家还是要去。